我是观光列车长的2010年6月26号，然后那个站，我看一下哦，9:59手牌测试，11.48次将阳性号瑞放的用5166515连号连挂连动连转去检测，开启车门。1148次将宜安线开往瑞芳，瑞芳将三线开往瑞芳的，用500行员哦。看一下走哪里，因为9分的时候才对。AU5165155，连号连挂连动连运转圈的，1148次将宜安线开往瑞芳，在南港，在南港的国民什么呢？好，就那样，拜拜。好，搭我的157到南树林。好，再搭162。好，七堵。然后再搭4178回家。今天花了没有回复啊？但是有看到还蛮不错的画面，是吧？什么客委会啊？然后刚刚你们都看到了。对啊，刚刚我画面都在那个。南树林的话，而且是3辆全部都在，那个只在这。